Clemens Young Foundation 创始人张晶晶女士热情募集爱心赞助，为学生家长在新开的 Pearland China Star 为大家创造了一个阖家欢乐、享受美食与欣赏音乐会的好机会。她说：“关注孩子就是关注未来。”请看记者 Sky 发来的报道。几年中，非常感谢诸位对我的支持。从2015年开始，我可能大家现在叫从政，介入了这个社区吧，就是为社区服务，然后做了很多 volunteer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邀请了福建社区的伙伴团体 Texas Center Collector， 有很多的朋友、小朋友们，还有义工们帮我扫街、帮我发传单、帮我去贴邮票，我真的非常的一个宗旨。所以希望呢，在这个时节呢，希望大家一起团结起来，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帮助我们的下一代，因为帮助孩子才是帮助未来，关注孩子才是孕育希望。谢谢。